请问你们要去哪里？日本，大阪环球影城。期不期待？期待。下次要去坐飞机。现在要去坐飞机是不是？还没啦，现在才正在放行李。耶、yeah, ，开心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？要去新斋桥。要去新斋桥看孤立果跑跑人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到饭店解决我们的这三卡行李箱。Go！ 我们现在在车子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等一下要准备去新斋桥的饭店。而且我们刚刚搭了三个小时的飞机，所以现在已经到日本。可是现在不像日本看那边。这里就很像台湾的高铁站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前往新斋桥，然后呢，然后要在新斋桥的，要在新斋桥吃晚餐，然后呢，跟孤立果跑跑人一起拍照，是我们今天的小任务。是好吃。陈新郎过来，跑走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太夸张。我也要啦，我也要啦，为什么不给我啦？啊、好，我觉得口感你会觉得笑到 ，Oh my god， 软软的哎，你确定你敢吃吗？哇，这个口感很特别哦。好吃吗？我吃下面的，刚好就坐在这里，刚好这里是第九牛舌，我们可以看到老板现。烤给我们吃，这是牛舌的肉肉，好吃吗？超好吃的，油油的又很好吃，你看，好吃。那不要咬一个，爸爸好吃吗？请问你是说好吃的是这个东西吗？当然是啦、啊。来，你咬一口，那就会 QQ 的 ，QQ 的，对不对？这酸苦的，但是我敢吃哎、欸，这我敢吃。你试过哦，而且我刚刚把好喝的汤喝完了，好开心呢、哦。我还没喝完，妹妹我比较开心哦。我你在说什么？我说我也很开心。有人不吃软肉肉的人，结果来吃好多牛舌，对不对？有的吃了五块，五块，那就第五，太惊人了。